一会桌子叫。哎，小心，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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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兰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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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。我三十年没来了，我至少让他受不了这个。在三立上班是在三立的餐厅打工，有计谋的了。哦，计谋啊！我送到电视台的餐厅来，你就做有计谋。后面你只要轻松一点。OK，有没有可能跟南哥在做一个节目？我小声可以听三次是认真的。讲什么？那些吗？旁白哥抱抱独家胡瓜要和儿女合作节目《布丁柔安》，靠花边新闻的角度，把晒都背背你啊！综艺天王胡瓜为何流泪？贤妻丁荣安陪他来三立电视台接受专访，这个风口浪尖上，他也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先恭喜瓜哥入围，谢谢。今年已经中奖，那你看一下那个名单，有没有觉得今年强比很多？我现在还不是，到底有哪些？因为我一直来都是跟自己竞赛，每一个都是非常可敬的对手，能入围的当然都不是泛泛之辈嘛。金钟奖是一时的，那朋友是一辈子的。哎，说到一辈子的好友，不能不提徐乃麟啊。我要谢谢瓜哥，那个时候出事情，就是出事，就不堪他的面，新娘我也要参加，更何况。这个老人家都已经亲自来邀请了，我说一定去啊，但他还叫我到台上讲话，我说要讲什么？我觉得内容故事之所以精彩，那是我们活生生四十年交情所产生的故事，那是很真实的。有敲完跟男生在做节目，我觉得现在不是谁跟谁做节目，而是电视台能不能撑起这一片天。像好声音这种荷兰公司，他你跟他买版权费可能几百万，他说我都不要这几千万几百万，你说照抄好了，你还抄不了。你知道吗？台湾现在的环境是这样，要讲给观众听，大概把晒都背背你啊。因为张总，我们在过去四十年，他还没做三立电视台，我们就已经是认识了嘛。因为在秀场，大家都认识嘛。我们当然聊很多，聊天聊地道，聊能够经营的东西，才会值得大家去做。身为艺人，不排除跟任何人的合作，只要是案子。现在大家合作不是那么简单，大家都觉得开节目很容易，但开完节目之后，你会面临要关节目。那我做了已经四十年了，什么节目我没做过？对，对吧？离婚的、结婚的、相亲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益智的、外景的、综艺、大型综艺的，其实百战百胜就实境秀了。大集合不是实境秀吗？你们还没做四十年前，我们也没在看镜头啊，随便他剪，那个不是实境秀吗？那难道现在关那个房间给鬼给鬼叫实境秀吗？我比较想做真正比较深入的医疗健康。那个健康状况吗 ？OK 啊 ，OK。那个只是检查说，我觉得那个是大家把我这个心容做那么大，其实没有，我可能生下来就结构是这样，它就是长这样子，啊，肾结石拿掉就好了，如果它再长就拿掉就好了。对，对啊，你多喝水就好了。多喝水。我一天要4000到5000cc 的水，大家又很无知的问了，你会不会水中毒？所以是不是更需要开一个医疗节目来告诉大家？大家只是一知半解。Yeah, 夫妻间的心理健康也要顾哦。是不是该问胡瓜和熊你走得近，丁柔安无法淡定这件传闻啦？还需要什么澄清？就听听就好了。那柔安姐的部分？没有啦，他站在这个角度看这个新闻，他也看不懂这个新闻是写什么。哎，我觉得夫妻相处就是各让一步吧。对啊，而且非常尊重彼此啊，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吧。上次在乃哥那个儿子新娘会议上说，小声可以听三次是认真的。对于他感情的部分，人家的未来到底几次后不结婚，那只是我们在调侃对方的一个说辞而已。那安安的感情，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他之前有的女朋友都带回家给我看，但是这就已经空窗很久了。我有问他，他说没有啊，我会关心他，他说没有啊，我不相信儿子，没办法相信你了。我看看有没有机会来去找他们俩一起来合作吧，就希望能够跟他们姐弟两个一起来。对，做做自己想做的事。三立娱乐新闻，休而不退。